接着呢，我们在这一边有另一个东西叫做除，是减。OK， 除是减是怎样的一种情况之下呢？就是说，如果我的那个 a power m 除 a power n 的时候，它就会变成 a power m 减 n 这样的一种东西。为什么会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呢？假设我有 a power 5除 a power 2的时候， a power 5是 a 乘 a 乘 a 乘 a 5次， a power 2的时候就 a power 2次， a 越 a 越，它剩下的是 a power 3。然后这个我直接用 a power 5减2的时候，它就变成 a power 3了嘛。OK， 所以我们就知道有一个东西叫做除是减。所以在这一边，我的3是除3的时候，我就拿到10。a 跟 a 越 ，c 跟 c 越，我剩下 b。然后616666366，然后 HH 越 JJ 越，然后剩下 K。然后在这一边呢，12除4它就3，然后 Y 除 Y 没有 ，Z 除 Z 没有，所以它剩下 3X。然后313 3721 515 9545 616 326 326 212 OK， 好，来在这一边的时候呢，我的这个 VV square 月，然后这个如果它是 W power 3的话呢，它就月剩下 W power 1，所以它就会变成 7UVW， 然后这个会变成减 9PP square 月 QQ square 月，然后 R square 跟3月，所以它就变成减 9PQR。然后这一边的时候呢，我的 MM 月 NN 月，所以它就会变成什么，上面这一边有 L power 3，然后 MN per 3。OK。然后接着我们这一边的时候，又同时有乘有除的时候呢，减4乘没有号码再除2，它就变成减 2D power E 加2减 E， 所以剩 D power 2 E power 3加 E， 然后 E power 4 F power 2减 E F power E。 然后在这一边的时候呢，我的这个24除减8的时候，它剩下减3，然后 U2减 E， 然后它就变成 U， V3 减 E 加 E 的时候 V3， W E 加 E 减 E 加 2， 然后它就 W2， 然后在这一边减 E 乘9除18的时候呢，我会变成 E 2。 OK， K3 加 2， OK， 这个是 L 来拿，就 K power 5，然后 L E 除 L 就没有，然后 J J 除 J 也没有，所以这个就是我最终的答案了。